首先我们先把夹尖给它拆掉，有两个纺扣摁进去，把网给卸掉。现在是另外一边夹尖，两个纺扣。现在我们把线给拆掉，两根靠背的线，一根线跟一根管，还有开关给它拆掉。现在就是拆坐垫，把坐垫的线跟管以及披风的线拆掉。现在我们拆扶手，扶手把扶手上的两个螺丝给它卸掉。放长了，现在是卸另外两边的螺丝，另外一个扶手的螺丝。螺丝卸完，把扶手拉下来，顺带着把管跟管线跟两根跟一根管拆掉。现在扶手拆完之后，我们来拆靠背，把坐垫放到位置上。靠背下面有一根纺扣，纺扣摁下去，靠背倒下去，把靠背上面压下去，抬起来，啊，这样靠背就拆下来了。